叫咱家多一个司机仔讲啦，来到阮家哦，台南啊，哎呦，阮某听讲伫外口乱走，一直叫，一直走，一直叫，连阮家三宝都一直抛弃啊啦！这足重要的代志呢，趁钱细交代，无论安怎，我就想想要趁金钱啦，做生意也袂结果去行啥啥啥啥啥啦啦啥啦啦啥。土豆啊，你吃呗！他拄仔在徛起袂，恁查某囝仔无看一包。三宝找着啊啦！我唔免死啦，我唔免哭啦。但是虽然三宝找着，我嘛足烦恼的啦。到底凶手是啥物人？甲阮某、甲阮囝歹势，我甲在三宝已经找着啊，竟然去行小地来去找人，是恁唔捌伊来讲，我知影，迄叫李千岁。马车啊！啊，这位少年诶，哎，阁是你啊？是我爱钓啊！你爱钓些所在？无啦无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因为他拄啊，我足紧张的啦。阮当物件放弃啊，我要去行小地啦。你即摆嘛要食豆花哦、喔？我即摆豆花暂停歇业，永久停业。永久停业啊？对，无话啊，就对啦。對對對，我问你，你一个人伫遮阁细细念，你伫遐念安怎？安怎？你敢唔知？啊，我找一项物件找真久，你敢有看到？找啥物件？啊，你啥物名？哈，我叫张伯南。哈？你是丢吧？气死人啊！你为什么啊？我一个人关心。你听着我丢吧，你就安尼。你是丢吧？你信心呐？不是啦。系啊，无你我都会接触到你，你听我丢吧，你是拍拍你心肝。无啦，我是无什么意思啦。系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提一样物件，提只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这只是伊三宝啦，吼，系啦，本来三宝，对啊，三宝在你的身躯顶。人啊，呵呵，敢若有白骨，听到我名，我目睭，听三宝伫我手里，你看三宝伫你身躯顶，对对，你好你好，系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本来我要死的，我即摆唔免死啊，我要行下一个所在，要找一个人，搁什么李千岁，什么姜啊，维公医院的，什么维公，哦，什么姜，我袂记啊，你要找李千岁，李千岁，找文姜吗？啊对啦，要找伊送什么？你知哦，我知，哎呦，我就是托人之师。知识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以为啊三千岁，叫我提一包物件，我来要寄皇帝，我唔是受人之托。嘿呀、啊，丢了干款啦！我跟你说偷啦，我偷多大啦？哦，你讲三千岁，嘿，哦，提物件要给你几千？提物件你，你当嘿啦嘿啦，那真好。你要倒去惊啥地就对了。惊啥地啦？安尼好，你嘛要倒去惊啥地？嘿，安尼我对你倒来去。你要对我倒去啊？对。我看你敢怪怪呢，怪怪哎，对对对，我看你安尼眼神怪怪呢。好，我即摆有吼，有恐惧症，想要讲你恐惧。因为他拄啊，阮家发生代志啊，唔要啥物人去阮家啦，阮某、阮囝就安尼走到外口人台死啊。我即摆叫我叫夹头前哦，我心里有鬼，我怕后面有人要暗杀我，我怕怕，所以不然你走前面，我走路你后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来听。我你坐，你夹头前，我夹后边。我夹你头前，你夹我后边。啊，我问问你，你够看一面四金牌？啊，有啊。哎呦，你哪知啊？我哪唔知？直接来对啊！我直接来对就对啊。嘿呀，安尼真好，要做当金。黄金我包银的呢。有事我哪会拢听无？免死金牌，敢若黄金的，敢若包银同款，迄是黄金的。对对对，伊戴免死金牌。一块一块一块。非常的重要。嘿，安尼真好，你要做当金。做当嘿啊，安尼哦。要行啥？行，倒来。好好好好好。你行路行路，你要创啊？创啥啦？无啦，我哪有要创啥？足只足侪亏害呢？什么足侪亏害？你安尼？无啦，我无啥物意思啦，我是看吼，我行够差好啦。是啊，诶，我好心无代志啦，无要行头前好啦。我讲你怪怪呢。我行头前。对啦。无啦，我行头前。是啊。啊。你对我后边就对啦。少年，我讲你怪怪呢，我什么怪怪？有问题。头前嘛，行一条路，安尼看头看尾，你是咧看什么呀？我惊啦，他拄仔前行哦，我惊。想要讲你惊？我惊啦，头前嘛有惊，后边嘛有鬼，那边嘛有鬼，这无鬼。全部拢是鬼。我惊。所以我即摆看头前，看后边。
看右边，看左边。哇！事到如今，我问你，到底你有什么代志？哈？到底你有什么代志？有啦，我就甲你讲，三宝要摕去行啥呢？三宝，你到底有啥物事要叫啥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拄则讲，恁俩啥物人红胎死？哈，阮某甲阮囝啦。恁某甲恁囝去红胎死？对啦。我问你，去有啥物人胎死？你知无？啊！啊！对，他叫陈东北，有甲我讲呢。讲啥物？哎呦，伊讲伊有看到变变叫哦，哎呦，阮囝哦，还要死之前，我哇天啊，救人哦！我叫做可怜，但我看到背后个，个个有故事。我问你哦，对不对？我有讲未？是哦，还没讲，还没讲啊。嗯。我看到陈东北有讲啊，讲人我远看啦，看到一个青衫啦，啊，佫有配乌色的啦，乌色的一点点尔啦，啊，佫有秀发啦，我是台北的阿兄啦，的秀发。哎，唔是淘宝的，那是高定的衫，所以我讲你。不是台中的就对啦。啊，唔识的，唔识的啊，头的，这样是新灰啊哟，阿秀啥？那唔是叫头的呢，秀啥？这阿起来呢？我靠背，秀秀，难道是你？忘掉，就是你抬着我吧，就是你，你抬我呀？我要抬你，是抬唔掉啦。我什么人你不知道？我二千岁崔文强，事到如今，哼，我找你丈夫找真久，我问你，三宝还在没？我问你，我问你，